我马上把这份文件送到下单地址，记住，我要送进公司，在楼下打电话让人来取。 拜拜。不想你老板知道的话，晚上8点，香格会所见。 怎么，见了我像见了鬼一样？不做亏心事，不犯规矩。看来没少做亏心事啊！你想干嘛？你们把我整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有意外的惊喜。 苏黎这么信任的好姐妹，也背着她做了手脚。你也知道，苏黎最讨厌别人欺骗她。你说她要是知道了，她会怎么对付你？看在你给我当过助理，还有一点主仆情谊的份上，你是我找的第一个买家。我没钱。 我知道你没钱，但苏黎他有啊。我想明白了，报复苏黎得不到什么好处。我动用了我仅剩的一点人脉关系，我准备做一个2000万的小成本电影，准备做幕后。投资我找到了，合同也签了，我这两年急需用钱，100万，一周之后还你。 他这么信任你，肯定有办法的。随便挪用个项目的资金款，一周之后还你，他不会发现的。这种顺水推舟的人情，你都不愿意帮我吗？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啊！我答应你，不过就一周，合作愉快。